这位记者姐姐也太聪明了吧！大东王东城27日难得在台湾出席活动，大批媒体都想来问问他到底跟炎亚纶怎么了，结果他竟然使出大绝招。这个状况大概几天？尽量赶快。有人问了吗？好，现在还有人在问吗？大东病成这样，真的超令人心疼。不过大家的疑问解不开，也真的超心慌啊！平常只要感冒就会失声哦。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当下最好反应。没有表情，没有这个可能性吗？他怎么行？看稳定有加吧。突然间想起故事。竟然跟炎亚纶的恋情不能说，喂，是八卦不能聊啦。那日前公开的恋情的女友藤井莉娜去哪啦？你觉得因为今天是不是这东西应该找你的时候大家一直会在我八卦什么的，我觉得很难受，真的完全能感受，因为简介也听得好难受。最后我们帮大家整理了大东虽然生病还是超敬业的画面给大家享用。艺人真的异于常人呐，病成这样还要工作，真的超辛苦。非凡娱乐台湾报道。